赌王何鸿燊四房大女何超莹去年九月就和哈佛男友新奇隆秘密订婚，今年三月就宣布怀孕三个月，仲帮女女改咗个花名叫荷包蛋添。呢日就有消息话，原本预产期系九月嘅超莹，由于怀孕期间体重暴增，而 B B 嘅营养已经相当足够，自然分娩嘅话会对母女造成风险。最后超莹就听医生建议，提早两个星期开刀，生咗个8磅重嘅 B 女，母女平安啊！